太他妈帅啦。刚刚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然后看见隔石这两张照片，咱们现在就是一个特别激动，咱们激动之情已经难以言表啦，太他妈帅啦。我之前呢就是一个没有 get 到过他的一个状态，帅是帅，但是就没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，除了他以前好了，回到这里，这个深邃的眼眸，这个棱角分明的脸，这个宽肩锁骨，还有恰到好处的胸肌腹肌，我他妈只能说活该你叫姚子，你不当姚子那谁来当。不过我只想说，格莱丽什干嘛老是把头发你放在后面，那么大背头大油头，然后再哭个发箍。我看那个曼城第五篇里，你训练的时候你把头发放下来，虽然很乱，但是很帅的，你修一下吧你。你很帅，但是不要这样隐藏自己哦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现在已经是看过这两张照片的人了，我现在已经对他有滤镜了，就他怎样我都觉得他好帅，我以前不觉得帅的，我现在看，我操，真他妈的帅。两张照片的时候，那下面的评论真的是为我呀，大家都疯了。记得我之前看小说，看我去红白网看福登的小说，然后那些外国的都是把他写成男主，然后和一个女性角色，我当时就疑惑了，我说有他妈这么帅吗？好，我现在我收回我这句话，他就是最帅的。以后要是谁再说他不帅，我他妈第一个反对。好啦，就期待今天的曼市德比了。